안녕하세요. 这是小孩子家的一个对，我教你吧怎么吃，因为我也胡学出来的，我也想吃。一个，一个肉，黄瓜，辣白菜，大蒜。안녕하세요저는한국에서온이종록입니다중국친구들과뭐손님들이저를한국샤팡이라고불러요저는이제중국에온지는대충정도10년정도됐고요사천에는정말정말많은음식이있는데요뭐예로들어서고고촨촨그외에도정말정말많은음식이있는데최근제가한동영상을봤는데스촨야안링싱에서천년동안이나전해져온내려온음식이있다고들었거든요그음식이야위라고들었어요이거중국과한국문화가비슷한데뚝배기제조법도정말많이비슷하다고하더라고요근데여기서놀라운게그뚝배기를만드는게뭐더라검은모래로뚝배기를만들어본다고하더라고요이건정말한국엔없거든요그래서저한번거기에가봐서한번그뚝배기를한번보고싶어요저와함께같이가실까요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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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저는지금야안현경현에도착을했습니다제가듣기로는요여기야위뚝배기는요중국의국가급문화재인현경사치로서정말정말중요하다고들었거든요여기보시면중국어로国家非遗青年传承으로거리곳곳에서중국의사치를구경할수있거든요아마중국도자기같은데저와함께사장님한번알아보도록해볼까요你好，老板在吗？哎，你好，你好，我就是。早上好。哦，你好，你好，你是老板吗？对。哦，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韩国的李忠禄呀，你可以叫小胖啊。小胖哥，你好，哎。听起来这边的砂锅鸭鱼很出名啊，我想了解一下砂锅，还有想吃鸭鱼啊。想吃我们的砂锅鸭鱼？对对对对对对对。砂锅鸭鱼在我们这个地方呢，确实非常出名。但砂锅鸭鱼肯定少不了我们银金砂锅哦。我们这个银金砂器有着2300多年的活态传承。哇，2300！从战国时期就记载了。哇。古有唐三彩，现有的话，我们银金有银三彩，哪三彩呢？砖红色、银灰色、磨砂黑。这个都是同样的一种原材料烧出来的，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还有更多，我们家有镇馆之宝这。带你看一看 OK 哇真的漂亮啊像不像星空比较璀璨的感觉哦这个就是馒头窑我们当时是在维护这个窑的时候发现这里面居然这么漂亮而且完整性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就作为镇馆之宝把它挂到这个上面来哇太厉害呀真的哇对的对的那我今天可不可以看你们做的那个砂锅制作这个环节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我老爸今天也正在创作他的东西走走这是你的工坊吗对就是我们家自工坊了、哦、老爸还在做东西吗你看我给你带了一个哪一个朋友韩国的你好你好小胖哥这个就是我老爸曾庆红是咱们曾家第九代传承人了哇对他现在正在的就是制作哇这个是不是材料是黑砂做的吗其实原材料它有两个一个是淡黄色的咱们讲的白砂泥还有一个就是煅烧过后的二碳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种黑砂像盖子一样哦可以吗可以 我老爸肯定看上你了他想招你徒弟了你看徒弟师傅把梯子给搬转嗯我老爸教你手法了辅助到你这样子不能辅助到啊辅助到哦哦哦哦对吧哎对对对你看你哦你聪明厉害不要紧不要紧我感觉小胖非常有天赋
他的身材很平稳，稳得住。厉害厉害！完了，你今天吃哑鱼汤肯定是走不了了。我老爸教你这个徒弟了。感觉怎么样？哇，真的很有意思啊！感受到肚子饿没有？哦，肚子饿呀！走，我带你去回归正传，我们一起吃砂锅鸭鱼，好不好？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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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t's go， Let's go， 今天真的辛苦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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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去找鸭鱼了。OK。咱们现在就已经到了水墨花溪谷了，你可以看一下。真的呀，还有山。还有水，空气也真的很好呀。对，在这个环境当中生长的鸭鱼呢，就最为鲜美。哇，走吧，咱们进谷去看鸭鱼。哇，真的很多鱼啊！对，你也看这里面。哇，咱们这个鸭鱼呢，它也叫冷水鱼。顾名思义，它生长的环境呢是要求这个水域环境是比较冷的，同时对水质要求比较高。你可以看是不是清澈见底？对对对对对对。雅安呢，它整个环境的话也比较好，雅鱼在雅安生存几率比较大，所以说顾名思义叫雅鱼。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雅鱼，我带你去看一下砂锅雅鱼是怎么制作的，给你介绍一个朋友。OK OK OK，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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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强哥，强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雅鱼的花溪谷的一个种族，他叫赵旭强，赵老师。然后这个呢是来自韩国的朋友中路，可以叫他小胖。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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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今天我可以看看吗？可以，可以。那你们两个就负责去做饭，我负责去给你们煮黑茶。咱们一会儿见。OK， 要得。小胖，今天我们就开始煮砂锅雅鱼，红烧雅鱼。用猪油把鸭鱼煎一下，放一点佐料。哦，哇，口水出来了。好，我们鸭鱼就做完了。那么到我了，今天我给你做韩国的石锅泡菜汤。好的。有一点点洋葱。把洋葱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了。对，新鲜的五花肉，然后泡菜、白糖、辣椒面、大蒜一点点，还有到这个水、小米辣一点点、鱼酱啊，鱼酱，就放豆腐了。对，然后放豆腐。还是挺香的。对对对对对对。那么这边呢，中国的砂锅鸭鱼，这边呢，韩国的石锅泡菜汤，那我们可以开饭啊？可以哦。我们先品一品咱们这个黑砂配黑茶的这个藏茶。哦，先喝茶，我喜欢喝茶呀。来。哦，谢谢谢谢。来，赵老师，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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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文啊，都干杯，干杯，干杯。哇，真的很浓啊！你是尊贵的客人，要吃鱼头。哦哦，谢谢哈，鱼中头最好吃。哇，真的好香啊，真的超级香。感觉如何？哇，准备，准备好哦，真的好。你们也别看这个鱼汤啊，女人吃了是养颜的，男人吃了是呢，哦，对男生好。哦，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小胖要一饮而尽了。我最近很关心我的健康。慢慢吃，这锅鱼都是你的，汤也是你的。哦，要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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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尝一下我们的韩国泡菜汤，就这个吗？对。我刚才一直想夹，不知道什么菜，不敢动，原来是你的压箱底的菜。这个泡菜味道，
与众不同，可以。啊，我吃这个吧。鱼头一起了。哦，谢谢，감사합니다。진짜맛있다。아니진짜맛있다。거짓말하고。小胖，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给你念个鱼头吗？为啥？其实我是做了铺垫的。铺垫？这个哑鱼里面还有一个宝贝。宝贝？对，要不要找一找？头鱼的肉有点多。宝剑出鞘。这个宝剑是我们的习俗，这个宝剑是给你会给你带来好运的，希望这一对给你带来好运啊。哦，谢谢，祝你好运啊。哦，真的感动啊。哦，好，你就收好。哦，谢谢，谢谢哈。哎，赵老师都给大家准备哑鱼了，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东西。什么？我送你一个泡菜坛，好不好？哦，真的。看一下，当当当当，哇，那么快！这个泡菜坛呢，并不是拿来泡菜的，咱们拿来泡茶的。哦，真的感动啊！我真的好看，你看，可爱呀，可爱。谢谢，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不谢。谢谢谢谢谢谢。저희오늘야안에와서야안의도자기체험과그리고야안의특색음식을경험해봤는데요그리고여기서많은문화를체험할수있어서정말좋은것같아요만약에제가한국 친구들이만약에여기올수있으면저는무조건이친구들이랑같이와서다음에도또재밌게맛있게즐기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来我们就为我们一起的友谊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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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